之后都演了哪些剧目呢？我主要在曲艺团子搞的说唱艺术，我学的是四川扬琴，就有点像咱们山东琴书或者京韵大鼓这种感觉啊，地方戏曲，坐唱地方戏曲，yeah, 跟着那个老艺人李德才老师学，真还学到不少东西。什么是坐唱的？就是坐在那儿一边坐在一边敲扬琴或者一边敲什么乐器啊，打鼓板了这些，就一边唱，但唱的都是。很多古时候的那些传统段子故事，比如是伯牙翠琴，嗯，秋江啊，就类似这些烤红、啊、当然我呢很小，一个很小的姑娘，但是我唱的是老旦。哦，这个声线上很有变化。对，有变。13岁就开始唱老旦了。对，唱老旦就学唱老旦。我为什么要感谢这个地方戏曲给了我现在唱西洋歌剧美声的帮助？因为我唱的是老旦。老旦呢，他声音呢就不会像小旦捏得那么紧，哦、捏紧了要里边要再让它松开，要花很大功夫。我唱的老旦唱的是大本嗓，相对来说容易，大本嗓容易让我松开。你想想，我后来考那个四川音乐学院的时候，还学了一段样板戏，我唱的《龙江颂》里边的那个盼水妈子唱的。哦，你想吧，我考四川音乐学院。那段我都不太熟悉，都不太熟，我现在也不太记得，但是我只记得我就唱过这个。哦，就是所以说唱老旦，嗯，而唱沙家浜里边的样板戏里边的戏，反正都学了好多好多，都会唱。沙奶奶这都会唱，嗯、红灯记里面的李奶奶的也会唱。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当初四川音乐学院老师在招你的时候哈，听着你这么一个老旦的声音，这个唱腔，能够想到日后培养成为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吗？可是因为我当时嗓子比较好，我就唱大本嗓嘛，我可以唱的 high C， 这是很难的。大本嗓就唱 high C， 可以唱的 high C， 就是没有人，跟卡罗蒂差不多，没有人教过，就自然而然可以唱的 high C。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学一个是胸声，一个是头声，要互相结合起来的，容易唱的 high C。可我那会儿小的时候十几岁，我大本嗓可以唱的 high C。天生与生俱来的，当然后来进入音乐学院呢，有老师教，然后就学会了哦，要真假声结合，就是胸声和头声要放到一块儿要结合，所以后来就训练这，再用上呼吸，再加上科学的发声方法，再加上管道，哦，这头声我现在可以唱到嗨降一都没问题啊，又高了几个八度，对，又高了几个音，嗯，就是一个音一个半个音半个音的突破。
哦，半个音半个音的突破，又高了几个音。又高了几个音，可是我的低声区也很放得下来。你听我说话，人们都感觉我像，人们都感觉我像个中音，其实我是抒情女高音，嗯，兼一点点花腔。家在何处？家在何处？心在何处？在那茫茫的大山里，在那云深为什么要留校做老师呢？因为那会儿我们四川省歌舞剧院也录取了我，去做专职的演员。嗯，可是后来是我自己选择了做老师，因为做老师呢，他本身有一种奉献精神。老师的含义，真正好的老师像一个蜡烛一样，都说，照亮别人，燃烧了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小，除了就是自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以外，还要学会去帮助别人。嗯，所以我觉得做老师。从人格的锻炼上对我自己是有帮助的，所以当然从职业演员的时候，就是说你才毕业22、23岁，你做老师可能是不是早了一点哈？说自己还没有完全搞明白，但是我想一边锻炼自己做人，一边自己学艺，我想也是个好事情。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以后，我就一保持了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站在舞台上演唱，一条腿站在教学的讲台上教学，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是两条腿走路，我就一生中别的事不会做，只会做这两件事。嗯，唱教这两件事情。说得很直白，很简单，很通俗，其实这也是一种这个乐善好施的体现。嗯，难怪这个中国慈善总会授予你这个爱心慈善大使等等称号哈，也包括这个美国国会授予这个美国国会嘉奖，这是继帕瓦罗蒂之后，唯一的第二位授予这样一个最高荣誉的这么些奖项。
很想知道，在这个四川音乐学院留校教了多少年书之后，开始去作为访问学者啊，到美国去进修学习，包括在美国进行讲学的呢？我呢是83年本科毕业以后就留在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做老师，看着我老大不小的，也不算太老，也不算太小，有一点点资历而已了。美国远东海外高等教育发展基金会，然后在全中国360所大学当中选拔老师，觉得他们作为合适的人才，作为leadership 就是作为领导者，然后他们选上了以后就派到美国的各个大学去做访问学者，然后学美国的知识，然后学回来就把我们作为种子一样的哈，就撒在我们全国的各个大学，然后就作为来引导这一批学生。我觉得他们这个项目非常好，我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我呢当初的时候英语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溜，当时我是整整考了4年呢，一个很大的工程才考上了这个项目。每一次他们那个他们那个 United Board 就是这个协会的他们的主席啊，或者他们那个远东的那个项目部负责人到这儿来，我们有 interview， 叫用英文把自己这档事说清楚，我就总说不清楚。后来先后很痛苦啊。对，后来先后学了4年，就为这个事，我就下决心好好学英语，所以我就看见什么我都背，只要是英文或者课文我都背。到最后我英语就是对英语的背功特别好，什么句型有了，单词有了，然后等着人家来 interview 的时候再没问题了，表达起来就是游刃有余，非常非常容易了，流利了。最后第4年的时候终于我被选上了。这也是下苦功吧。对，而且有恒心的一个。对，一定要下苦功。每天晚上我是不看电视了，一定要花3个小时学英文，白天的教学演唱，晚上就是没演唱的时候我就学英语，所以这么就慢慢出来了。然后到了美国，99年到了美国做访问学者以后呢，然后呢就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他们的音乐系做访问学者，同时呢我又在他们那儿跟他们教他们音乐系和语言系的学生学唱一些中国民歌，同时他们老师他们的教授要教学嘛，也把我邀请去跟他们做做助教。我那会儿已经副教授了，我去跟他做助教。其实你这个学外语哈，苦学外语下功夫，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教学生掌握一门语言，然后把这个我们中国的民族传统的民歌呀文化传到这个世界各地，传递到这个国外的海外的学生当中去。是，也是为了做这些贡献的。对的，因为他英文呢，你会的话只是一门工具。对，一个工具语言工具。有一把钥匙能够打开另外一个天地而已。可是真正进入那个天地，还得把我们，我的理念就是把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的精髓要让美国人了解，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几千年的源远流长，是美国的这个历史不能相比的。所以我想呢，为什么我立志于做中美文化交流呢？我想两个国家都有它自己长处的地方，可是我们作为文化使者呢，就是要把两个国家的文化互相交流，让互相的两个国家人民都了解我们的文化以后呢，他对你就不会有另外的看法了，就是会有非常友好的看法了。就我的目的就是想做这个。结果果不其然，在那个美国讲学的时候，我刚开始在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讲学，就是99年年底，也会遇到一些很麻烦的问题，比如说有些美国学生他问的问题很刁钻的，就是你都想都想不到，他的一些思维跟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个差异还是相当大的。比如说我最喜欢用我这个美声唱法唱我们中国民歌《小荷塘水》。哎，我觉得这首歌真是美极了。在我看来，这首歌它不仅代表了爱情，代表了纯洁，也代表了我们国家民族音乐的精髓。所以我走到哪儿，我把《小荷塘水》唱到哪儿。但是我不是用我们国家民族歌唱家什么彭丽媛、宋祖英那种唱法，我是用我的这种唱法来唱。因为西方人呢，他好像觉得听美声唱法听的愿意。就是听着入耳一些习惯，一些习惯问题，要听那种他要说北京 opera 或者是我们民族唱法，他觉得分贝太高太刺耳，他不习惯。那么那无所谓，我不管他了。所以我就用我这种方法开了独唱音乐会，唱了小荷塘，唱了很多中国民歌，我用我这个方法来演绎，很受欢迎。
在科拉多学院讲课的时候，他们音乐系就有一个美国学生就问我，你用我们西方唱法来演绎你们中国的民歌，你不觉得你这个风格已经是我们西方的风格了吗？他这样问我。您的回答把他完全否认了。你说他这个问还是问的有点刁难哈。嗯。要我就想，我想了一下，你又不能伤害人家感情。嗯。但是你要说的贴切。嗯。我说，一切技巧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嗯。我一说了这个，有点外交辞令的感觉。嗯。但是这也确实是我们学的，无论是民族也好，美声也好。或者现在也是通俗也好，它都是一个演唱的方法而已，但是你要真正要表达的是它音乐里边的一个魂，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说，首先我们这首小荷塘水，它的语言是我们的中国的母语，它不是英语，语言就决定我们风格，这是第一。第二，它的那个五声音阶的调式也是中国特有的，和声都不一样。你看西方的和声跟我们中国的和声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雅乐艳乐完全不一样。所以从旋律和声，它的音的走向魔镜进行也是中国的风格。我仅仅只是用了这个西方的这个技巧，它不能说明什么，要看你唱的什么，表达的什么，你流露出来的感情是什么，这个最重要。所以他当时问我这话的学生也就没话说了，然后全场的老师和学生等他们反应过来给我热烈的掌声。现在收看的是音乐告诉你们的。这个在国内的副教授的身份去访问学者也好啊，可是到那里呢只能当这个讲师的助教啊，这样一个反差的这个身份，当时是不是觉得很长时间需要过渡一下？我倒没有，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我从来就把自己视作一块海绵，因为我总是在不断的吸取，因为我本身到美国去我就是为了吸取营养的，吸取他们先进的科学的，先进唱法，先进理念的，我是抱着这样心态去的。你看我到大都会歌剧院去，真正就是美国出身的歌唱家占的比例少，他很有名的大都会歌剧院，他比较挑大梁的歌唱家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都是美籍其他裔的，对对对，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抱着这种学习心态去的，我没把自己当个腕儿，我本身也不是个腕儿，也就是一个很平常的老师而已，这是我的心态。所以说这就是我一直就把我当做一个海绵，尽管我教授，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助教一样，真的要把架子放下来，你就可以吸收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